意外就要发生，两只狗正在抢夺美味的营养高吃，都想补充营养补充能量。卡斯罗犬表情不对劲啊，呲牙咧嘴。刀狼犬但也是完全不惯着他，直接就发动了总攻。卡斯罗犬情况有点不对劲啊，刚刚嚣张无比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这么老实，一动也不敢动了呢？小伙子，你这是什么姿势？非常七加一吗？卡斯罗犬这会儿头埋在高狼犬的肚子底下，丝毫都不敢抬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跟刚刚嚣张的他对比起来，现在真是怂得无可奈何。都说卡斯罗犬是护卫犬之王，一品带刀侍卫，没想到这只卡斯罗犬却怂得没法讲啊！咱们赶紧给他补充点营养膏，补充能量吧，安慰安慰他受伤的心灵。待会高狼犬会不会又冲过来 PK 他一顿啊？黑卡内心慌乱无比，一边在吃着，一边还在观察旁边的高狼犬，生怕这只高狼犬再次 PK 他。